咦，做乜架车好似唔系几喐咁嘅？佢辘又冇坏喎。大哥啊，嗯，唔该你帮我睇下架车点解唔系几喐啊？啊，好啊。哦，好小事啫，系电池冇电，啊，换咗嚿电就得噶啦。大哥啊，嗯，我知呢啲车仔系要用电子都得噶。系啊，咁有啲咩问题啊？但系我唔系好明点解电可以做咁多嘢啊？可以整着啲灯，可以整喐架车，仲可以令架车出声添。电系有好多用途嘅，不如你坐低等我慢慢解释俾你听。嗯。喺未曾讲电嘅用途之前咧，首先我哋要知道边啲物质系可以俾电通过，边啲唔得。但你又识唔识得点样分别佢哋咧？唔识啊。嗱，你同我递盘嘢过嚟。呢度有个电池，分胆同埋一啲电线，我将佢哋驳埋，留翻个开口，然后将啲物件摆喺个开口度，试下可唔可以俾电通过。如果可以咧，个灯胆就会着，即系有电通过啦。唔得咧，灯胆就唔着，即系冇电通过啦。嗯，等我试下。啊，咦，盏灯着咗，即系只铁匙羹可以通电啦。咁试下呢支铅笔咧。好啊。灯唔着，即系支铅笔唔可以过电啦。嗱，你可以试下呢几样嘢。嗯。有刀啦，有饮管同埋间尺。将可以过电的物件摆在左边，不过电的就摆在右边，然后将它们比较一下，看看它们有什么分别。啊，我知道，大哥，左边这些呢就是过得电的，右边这些就不过得电的。没错，可以过电的物件就叫做导电体，不可以过电的物件就叫做绝缘体。你看看导电体是由什么做的？嗯，它们是铁，这只是铜，它们全部都是用金属做的。没错了，那绝缘体有什么做的？木啦、胶啦和玻璃咯，它们全部都不是用金属做，那即是金属做的东西可以过电啦。非常之正确。啊，大哥啊，正话我试过条铁线嗰阵，点解摸落会觉得热嘅？呢啲就系因为有电通过条铁线嘅时候，电会产生热嘅缘故。不如睇下以下嘅示范啦。而家呢条铁线系翘咗喺呢支温度计个尾上边，然后接上电池，你睇下酒精柱会点样？
系噃，温度计里面嘅酒精一路上升，咁即系条铁线热咗啦。如果加多几个电池又会点呢？试下咪知咯。哇，升得好犀利啊！咁咪表示电池越多，流过铁线嘅电会越多，产生嘅热就越多啦。铁线所产生嘅热力其实都好高噶。如果喺铁线未通电之前，滴啲蜡上去。铁线未热，啲蜡就好快硬翻。但系铁线通电之后，就会将啲蜡融化。如果将胶饮管或者保鲜纸同通咗电嘅铁线接触，亦都会俾佢融咗。所以喺切割发泡胶嘅时候，好多时是要用这些有电通过的发热线，这样是快捷和方便很多。大哥啊，那电池的电和在墙上面插了的电有什么分别啊？两种电都可以令到金属线发热的，不过电池供应的是直流电，俗称干电，电压比较低，使用的时候比较安全。而插了的电就是由电力公司供应的，这种是交流电，俗称湿电，电压比较高，使用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如果不是就会有危险。干电是适用于一些小型的电器，好似电筒、收音机或者玩具等。湿电就用在一些较大型的电器，在屋企里面使用湿电发热的电器就有电烫斗、多士炉、焗炉等，还有电水煲、电饭煲和暖炉都是。那你知不知道这些电器发热的部分是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好像电水煲和电饭煲发热的部分都是在底部的。至于多士炉、风筒和焗炉，就是这些热到发光的线了。就咁睇嚟，电唔单止可以产生热，仲可以令到一啲物件发光添噃。系啦，喺刚才你测试导电体同绝缘体嘅时候，个灯胆仔通咗电就可以发光，就系呢个道理啦。咁系咪一通电就会发光噶啦？睇落就系，事实上系灯胆里边嘅金属丝通过电之后开始发热，然之后发光。越热咧就越光，嗱，睇下以下嘅实验就会清楚噶啦。呢条幼铁线系夹咗喺个开口度，拉长缩短两个夹嘅距离，就可以调节流过灯胆嘅电。而家开始嘅时候，灯胆唔系好光，将两个夹嘅距离逐步减少。咁样流过灯胆嘅电会多咗啲。你试下摸下个灯胆，同时留意灯光有乜嘢嘅改变。咦，摸落越嚟越热，而个灯胆就越嚟越光。其实电唔单止产生热同埋光，佢仲有一样好重要嘅用途噶。除咗产生热同埋光，仲有咩用途啊？俾个提示你啊，同正话嘅玩具车有关嘅。啊，我记得啦，架电动车会喐，系咪啊？系啦，因为车仔里边系安装咗个摩打，而电可以令到摩打转动，咁车仔咪喐咯。咁摩打点解会转动嘅？
呢个主要是电会产生磁力的缘故。磁力？冇错啦，就是好似磁铁的磁力，可以吸起呢啲大头针同万字碟咁样。而家呢条铜线翘咗喺呢口铁钉上边，将铜线接上电池，就会有电通过。然后将铁钉摆近呢堆万字碟同大头针，佢哋俾铁钉吸起咗。如果铜线冇驳到电，又会点呢？啲大头针同埋万字夹跌翻落嚟，咁即系冇驳电就冇咗磁力啦。啱啦，又好似呢个指南针，佢上边翘咗啲铜线，接上电流，你睇下支针会点样？支针喐咗噃。即是铜线通电后周围有磁力产生，那就令到支持针受到影响而移动咯。我们家的门中都有用到电所产生的磁力的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。好啊。看着了，我按下个门钟掣，就会有电通过门钟里面的线圈将中间支铁吸埋嚟，咁就敲到后边块金属片。放手嘅时候，线圈冇咗电，吸力消失咗，支铁未放松咗，弹翻过对面就敲到对面块金属片。呢个来回动作就产生叮当声啦。哦，电钟嘅原理原来系咁嘅。系啦。除了电钟之外，在很多电器里面的摩打都是应用由电所产生的磁力的，好像电风扇、洗衣机、搅拌机都有摩打在里面的。大哥啊，你刚才说不小心用湿电会有危险，那有什么危险啊？好像损坏的电器会引致触电受伤，甚至乎引起火警添。咁有咩方法可以防备啊？如果电器损坏或者有问题，就要找合格嘅技师检查，千祈唔好乱整啊！其实平时用电器嘅时候，只要小心啲，同埋记得遵守安全措施就得啦。好似喺同一个插座上边，就不要用万能插梳来使用几件电器，因为这样会令到流过插座的电多了，插座和插梳会过分发热而引致火警。如果对手湿了，就会很容易过电，所以手湿就不要摸电器，以免触电。除了插头之外，不要用其他物件插入插座，以防触电。嗯，我会记住的了。嗯，好了，去做功课吧。哦。